Europa-Park 係位於 Baden-Württemberg 嘅最大嘅主題公園，亦都係歐洲第二大嘅主題公園。由於位置比較近法國，所以法國公眾假期嘅時候都會有好多法國人嚟呢度玩。曾經有個德國人同我講，喺法國公眾假期嘅時候千祈唔好嚟，話會前前後後都充斥住啲法國人。Europa-Park 最出名就是過山車，它擁有13個過山車。而最古老的那個呢，由1984年的時候已經開始了。而 Europa-Park 亦都是歐洲舞蹈節的舉辦地，它有自設的度假村。Burg Hohenzollern 是德国南部最出名的两大城堡之一，它和巴恩州的新天鹅堡是齐名的。如果大家已经去过新天鹅堡，那就真的很推大家一定要来这个。Affenberg Salem 是一个20公顷的无尾猕猴动物园，它是完全没有被围封的动物园。而当中只是有些动物照顾员在个场里面的，另外也都有些指示牌去提示游客不要跟无尾猕猴接近得太近。而它的环境都很干净，完全没有臭味，是个值得大家一家大小去的动物园。Mercedes-Benz Museum 是位于德国城市斯图加特的汽车博物馆，它就是展示汽车品牌 Mercedes-Benz 的历史和产品。
Campus Galli 是一个以圣加伦寺院为蓝图的现代建筑工程。它模仿欧洲中世纪的早期的建筑风格和生活环境。而这个 Campus Galli 是在2013年6月的时候就开始对游客开放。成人每位收费就13欧。Ulmer Münster 是在一个德国城市 Ulm 的一个哥德式教堂，它是属于基督新教路德宗。虽然这个教堂在历史上未成为主教座堂，但是因为它的宏伟的哥德式教堂的建筑结构而闻名于世。这个 Ulmer Münster 最多可以容纳到30,000人，是仅次于科隆主教座堂的德国第二大的哥德式教堂，而它去到塔顶的高度呢就是 161.53 米，总共就有768级的楼梯。You